现在想通了，要想好啊，老做小。那可是没有可是啦，阿姨现在最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好保姆，像你这样的。小枣啊，你的家政公司什么时候开起来呀？阿姨呀，最信任你了，到你公司里找，给你做第一笔生意。谢谢阿姨。这些都放在这个包包里吧。哎，老娘，别、啊，这个蓝的，哦，这个，哎，对对，这个是他们的，放回去。哦，好好好。那牙膏也放回去，那不是我们的，我们那个是满的。哦。哎，吴小宝现在对你怎么样？同意你和金波了吧？你不要看他嘴硬，他心里还是蛮喜欢你的。要不要阿姨再去帮你说说？不用了，阿姨，他现在忙着呢，正忙着给金波相亲呢。啊？什么？他是不是大脑进水了？他放着像你这样的好儿媳妇不要，还要给金波相什么亲？哼，我看他呀，真是有福不会享。真的？没事儿，放心吧，阿姨。你说谁能入得了他的眼呀？他那么挑剔，在他的眼中，谁又能配得上他的宝贝儿子金波呀？嗯，我看他是越老越糊涂。真是的。是来替我儿子的。啊，是吗？哦，阿姨，你请坐。阿姨，你儿子他有钱吗？你有钱吗？我没有钱，所以我才走捷径过来相亲的。哎，前阵子啊，我找人算过命了，说我今年啊肯定能嫁给有钱人。你都不知道呀，平时啊追我的人可多了，都排成队呢。可惜他们没有钱，我都理都不理。阿姨，我找的这个对象啊，一定要有钱、有房、有别墅最好，这样我最开心了。长得这么美，肯定能找个有钱的啊、哦！阿姨，你觉得呢？哦，那你在这儿等着吧。啊，哎，阿姨，阿姨，阿姨的儿子啊，长得太帅了，又是设计师，还大学毕业，而且还是郭姐。说了半天，他自己怎么不来啊？哦，他忙，我儿子可优秀了。在大学的时候还是学生会主席呢，很了不起。你看看，你看，这是他得的奖。这些奖状证书也可以造假呀，很便宜的，我想做多少都能做得来。他怎么这么说话？我就不明白了，到底是谁相亲啊？是你还是你儿子？哦，我是他妈妈。只要我满意了，我儿子一定满意。郭姐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早说我也让我妈来了。哎哎，你慢慢说吧，你别走啊你。你看这什么地方？哪有在豆浆店相亲的？摆明看不起人嘛！哟，嗖嗖的。我的女儿啊，三岁学芭蕾，五岁弹钢琴，九岁学英文，现在她会法语、英语、西班牙语。课余的时间，她还在学刺绣啊、插花、绘画。她懂得品尝红酒和古典家具。我的女儿每天身上的行头的花销都是10000块钱左右，他的手袋全是定做的，是限量版。我要挑的女婿是要能养活我女儿的。
我所有的努力，都是为了我的女儿有一天能嫁入豪门。我的女儿是为豪门的后代准备的，不是为了你的儿子准备的。我说老太太，郭姐说你曾经做过保姆，我看你到我们家做保姆倒挺合适的。这样好不好？我给你准备专门的卧室和卫生间，条件很优厚吧？这相亲不成，相中了保姆也不错啊。你觉得我合适啊？啊？我觉得你不合适。你说，他是卖女儿呢，还是嫁女儿？那个，我女儿会这个，我女儿会那个，我女儿学过这个，我女儿学过那个，他烦死人了。你真的替金波去相亲啊？哎呦，翠姑啊，不是我说你哦，你怎么想得出来呀？你说金波那么大了啊，还没有对象，要不这一辈子我连孙子都抱不上了。我一来啊，我就到那婚姻介绍所去给他挂了个号。啊，金波那么老实，真的，你当妈的不操心怎么行啊？你何必舍近求远呢？你又要讲王小枣啊？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不甘心把金波给王小枣的，我真的不甘心呢。哎，那你到底给金波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吗？嗯，城市户口，大学毕业，工作呢是白领，要有房有车更好了，这样呢，金波不就少受点苦吗？我跟你说呀，我们一刚和一婷好的时候，我也不怎么称心，可是儿子喜欢，我们做老的有什么办法呀？小枣好，这个孩子啊乖孝顺，你要是娶到这样的儿媳妇啊，你和你儿子有享不完的福。人好第一，人好呀比物啊钱啊都强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要是娶一个讨债鬼进来，苦死了。我这是为你好，王小枣要开店当老板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小姑娘可是不简单呐，你看看她的长相，旺夫啊！你不要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。再说，现在当保姆的和你们过去完全不一样啊！现在是什么家政服务员啦、家政师啦、管家啦。你这个观念要好好的变一变呢。我们呢都喜欢王小枣，她和金波的将来啊一定比我们想象的好，一定会发达的。你们也这样劝我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说了好吧。一婷怀孕了，我想买个金项链送给她，当婆婆的总要表示表示吧。我还想给不管是孙子也好孙女也好买个金锁。哎，你就得拐过去就有个店了，那你陪我去挑挑。好的。妈，这里都是白金，那边是黄金啊，好呢，你看看，好呢。我想给一婷和孩子啊，来，你帮我挑，你帮我挑。我觉得这个挺好。好，请你帮我拿一下。哎，那怎么样？真好看，一婷肯定喜欢。哎呀，这个这个，我喜欢金子，金子保值，现在还升值了呢。哎，你看我这吧，我留给儿媳妇的，这么重啊？嗯。哎，请你再帮我挑一个，啊？我买了送给朋友了。Thank you.
今天是不是就这样了？300，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快点，400，老板，这衣服多少钱？这30。那你说老板，这个衣服多少钱？这些顾客你从哪儿弄的？我们公司。那男的呢？保安公司。这个呢？那件衣服320。老板，这件衣服多少钱？这个270。这个多少钱？160。依婷妈妈，你看，这是给依婷的，这是给孩子的。挺好的，小张，你真会买东西。要是我，我们买不好这个。这是吴妈陪我一起去挑的，她懂，她识货。吴妈懂啊，我那两个女儿上街就带着吴妈去，传染了。你说一婷她会喜欢吧？一定喜欢，比你刚买的好啊，大。我想好了，我以后啊，每年给一婷和孩子买黄货，金子保值，孩子长大了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你说呢？谢谢你，我得替依婷谢谢你。依婷妈妈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哎，你说。你和依婷说说，让她搬回家去住。我和她爸爸呀，决定搬回老房子去住了。你那弄好了吗？弄好了，弄好了。哦。哎，这依婷的脾气不好，也是我们从小把她惯坏了。有的时候呢，我想说吧，但是现在她这种情况你也知道，怀孕了又不敢说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但是不说又想说，挺为难的。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所以我决定啊，和她爸爸两个人呢搬回老房子去住，让依婷和倪刚两个人搬回去，让他们自己去过日子。我呀再也不管他们的事了，这吵来吵去啊伤感情，我自己也累，你说是不是啊？现在最最关键的是一婷肚子里的孩子，这是最最要紧的了呀。让你为难了。一婷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啊，或者是做的不好的地方，多担待她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她这个岁数怀孕不容易，所以我觉得保胎最重要。是啊，这样吧，我尽量的啊劝她，让她回去住。阿娟呐，你那个房子刚装修完，味道还很重的，等一等，啊，等依婷定，啊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依婷妈妈，你把这个交给依婷啊，这个你给的多好啊，反正啊，我的态度放在这里了，我和他爸爸两人呢，决定搬回老房子去了，我决定了，谢谢，谢谢了。外面冷，你进去吧。没关系，我再送送。不用了，让吴妈送好了。李梅啊，我来送她。那行，让吴妈送啊。哎，慢走啊，多保重啊。好，再见。吴妈，我要送你一样东西。送我？那我拿着。这不是你要送你朋友的吗？哎呀，你不是我的朋友啊，还是你告诉我的呢。金子会升值的。哎呦，留个纪念啊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不用谢，那我走了啊，再见啊。哎，
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真好看。哎，蛮有派头的，一看就是租金的。你妈妈还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呢。瞎说。妈妈，爸爸，谢谢你们。孩子的金锁也很可爱。谢什么呀？来，啊，来。你干嘛？哦，好好好，你们聊。打开看看，这什么呀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这是倪刚小时候的。是啊，都是倪刚穿过的，我舍不得扔，每年我还得拿出来晒晒呢。哎，妈，这就是我们北方人说的屁帘吧？就是，是倪刚小时候的那个保姆做的。那个保姆啊是北方人，她说北方的孩子学走路都穿这个挡风。倪刚小时候学走路的时候就穿着这个，冬天啊真的很挡风，那走路的样子啪嗒啪嗒，哎呀，好玩死了。妈，啊，真没想到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留着？是啊，搬了那么多次家，我就是舍不得扔。哎呀，那次着火的时候啊，我第一个就想到他，把他抢出来。我一心一意的想着，等倪刚有了孩子啊，我就要给倪刚的孩子看。奶奶真的不容易哦。你以后啊，你也留下，等孩子长大了，你也给他们看，真的很有意义。妈。谢谢你。嗨，谢什么呀？其实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一代又一代。妈，你跟爸别搬了。我不搬走，你也不回来住。我今天把包都打好了。就等着你回来告诉你一声。一听啊，以前妈妈斤斤计较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从今以后啊，妈妈不和你吵了，我真的不和你吵了。妈，我以后也不跟您吵架了，不跟倪刚搬回来住，我跟您一块住，我们一块过日子。哦。妈妈听你的，妈妈从现在开始，我都听你的。一听啊，妈妈要是发脾气啊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吴妈教了我一个办法，叫我的手腕子上套一个橡皮筋，要发火的时候就这么就噔一痛就忍住。那妈，赶明儿我也给自己准备这么一根。牛皮筋，跟你说，这双鞋我最喜欢了，软。我喜欢这个好小的脚哎。这个是全毛的，我一直舍不得。这个送给你，祝你生意兴隆。谢谢。不行，我进去看看啊。请进。最可贵的地方是什么？什么？坚持不懈。我相信只要你一直这样坚持下去，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。谢谢。
你跟那个成功怎么样了？结束了。人只有在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才知道什么是最可贵的，什么是最值得珍惜的。我要出国了。那祝你一路平安。当心我再回来找你啊。瞧你吓的。你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对我说吗？从国外回来了，你告诉我一声，我跟小枣去接你。这是你的，还给你。这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你还记得金波的那个服装店吗？你去给他送东西的时候，我正好在那儿买衣服，你把这个扔在那箱子里，阴错阳差我就把他抱回家了。我听说你要出国了。嗯，小枣，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金波他确实是个好人，我希望你们能一直走下去，我祝福你们。你要是在国外待得不开心，你就回来。我跟金波永远都是你的朋友。好啊，我祝你一路顺风。谢谢。设计师就是小裁缝，小裁缝就得做工作。你哪怕是啊，给妈这岁数的人做做衣服，他也是行啊。你不做衣服，咱们怎么吃饭，怎么生活？拿去用吧，范老师。这开店不是要花钱吗？我这是借给你的啊，以后要还的，不过不用利息。范老师，你这样
我都要哭了。行了，你别抒情了，赶紧去找店面吧。至于你家门我家政连锁店的事儿，所有的手续我都会帮你办的，你就放心去找吧。范老师，我一定努力，不让你失望。不是我给你压力，小枣，这钱啊不光是我一个人借给你的，很多人都在悄悄地帮助你呢。但是你只要好好的干，要让大家看看，小保姆也能做出一番大事业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我是要给我儿子相亲呐，给金波相亲呐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给王小枣相亲？王小枣要相亲？好啊，那我去。我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亲戚。好你个王小枣你，啊？吃着锅里站着碗的，我就给金波相亲，你也没闲着，行啊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那个，我是王小枣的阿姨，她不在啊，那个。我怕你们着急，我就过来了。你们都来了啊！阿姨您好，我就是今天相亲的主角。这位是我爸爸。你好。这位是我妈妈。你好，你好。那个啊，请坐，请坐。你也坐。对不起啊，郭姐不知道跟你说过没有，我们一家对相亲比较慎重。所以都过来了。是啊，但愿不要让你误会，家长干涉太多。其实我们只是想表明做父母的态度，一切以孩子的心愿为主。是啊，阿姨，我从相亲公司那儿看过资料了，我对王小枣非常欣赏。欣赏他是个干粗活的，没有什么文化，那个是从农村来的，家里穷亲戚很多很多的。不不不，阿姨，我觉得王小枣非常努力，也很独立，而且从照片上看，她还很漂亮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和田瑞的爸爸已经移民美国了。你们在国外了？嗯，那娶了媳妇儿要带出去的。我们听孩子的。我也看了王小枣的资料，对她很有好感。她是个保姆啊。我是80年代出的国，我也是一边读书一边给人当保姆的，很好啊。说实在的，没有我们俩当年在国外给人当保姆，就没有我们今天了。所以我一直认为，一个人能自食其力是很可贵的。我们做父母的就希望孩子有创造力，现在的孩子都娇滴滴的，一个能肯当保姆的女孩子，我相信她有能力做更多的工作。而且通过资料的我们也了解了，她已经大专毕业，文化不算低啊。至于您说到那个农村亲戚，我们都很热爱农村的。是啊，还想着要在农村买地养老呢。农村的田园风光，空气多好啊。哎，那可是人生的又一境界啊。阿姨，我希望跟王小枣见上一面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还希望您在他面前美言几句。还是个老板呢。也看不出。郭姐呀，你说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给王小枣找的又是海外回来的，又是老板，给我儿子找的都是剩菜剩饭，你怎么就不能给他找一个像样的呢？阿姨，阿姨，听我说，听我说嘛。哎呀，
现在人的观念啊都变了。你说田家条件好吧，父母呢移民美国，田瑞 MBA 海归，我呀当时给了他们很多个人资料，可他们偏偏就挑上了王小枣。你知道田瑞妈妈跟我怎么说吗？我们当年出国呀就是洋插队，找一个能吃苦耐劳的媳妇远远比那些花瓶公主啊要实惠好用，讨老婆啊就是实惠第一。你听听你听听，现在的观念啊真是不一样了。那要你这么说，王小枣比我儿子吃香啊。哎呦，萝卜青菜各人所爱嘛，今日今时啊我们也要在与时俱进，是不是啊？再说对方还是个博士呢。说不定是假的呢。乔宝，我不舒服，我心里真是不舒服。哦，那照你说，王小枣没有人问没有人踩你就开心了是吧？那王小枣没法跟我儿子比，就是不能比。好好好，你儿子好，你儿子强，行了吧。气死了！我吃面我。怎么了？谁叫你生气了？你过来。哦。怎么了？我祝贺你。祝贺我什么？你不是去相亲公司登记要相亲吗？相亲公司给你找着了，那给你。田瑞。嗯。谁呀？这是谁？装什么傻呀？你不是去相亲公司登记了吗？人家给你找着了。我没有啊。我说我要给金波相亲，可是金波没去，我没让金波去啊。你还真去了你呀？啊，你把家里电话给人家了，把你的资料给人家，相亲公司把电话打来了，你没在，我替你去的。好啊，一家子在那儿等着见你呢。什么那个美国华侨，什么那个海归，还有什么什么欧啊，什么呀，比我家金波差十万八千里。我告诉你吧，阿姨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逗我呢。你为了考验我，你拿了张名片吓唬我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耍赖吗？啊，你都去了，你把照片都给人家，把资料都给人家，把电话都给人家，你怎么还耍赖呢你啊？不是我啊，我没耍。妈，小枣。金波。妈，我把这个那个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不是，你做饭去，做饭去啊！我跟你说。你别觉着小枣拿你当回事儿啊，他背着你去婚介公司去登记去了，那婚介公司还真给他找了一个，我去看了，也是一个什么华侨。你笑什么呀？不是，你怎么那么傻呀你啊？妈，这就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小枣是好姑娘，追求的人多。那他也不应该这山看着那山高。嗯，不是妈，我跟您说，您别生气啊。就是小枣没去相亲，是那个幼玲把小枣的资料还有那个照片啊、电话就放到婚介公司去了。幼玲啊，我不信。不是妈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前一段那个幼玲和那邱先生谈恋爱，不是弄得挺不愉快的吗？就是小枣就挺帮忙的。这个幼玲呢，又知道就是您不喜欢小枣跟我在一块儿。但幼玲又觉得小枣是好姑娘，就帮小枣。就是妈，反正呢，就这回你也看着了，人美国的一 CEO 对吧？完了呢，你肯定比条件比我好。妈，你要是再反对我跟小枣，那小枣真跟人走了，到时候您后悔都来不及。
那小枣的条件再好也不如你。不是，反正嘛呢，就是你这么说吧，咱你俩扪心自问，小枣是不是好姑娘？那不是。那就行了，妈。哎，妈，你看，我给你做了件衣服，我设计的，完了我给您做的，您看看好不好看？你给我做的？我给您做的。你也没量过尺寸。妈，我给您做衣服不用量尺寸，我一看我就知道您什么尺寸。不信您试试。试试。这上面有绣片，是我专门那找的那种手工刺绣的。哎呦，我儿子给我做件衣裳。我儿子亲手给我做的。是我亲手做的吗？来，你看看好看不好看？好看。你下面这个兜，这是绣片，这我挑的刺绣。哦，就这个？就这个，好看吧？好看，好看。哦，这是手绣的。手绣的。哦，这边也是。也是。妈穿上了我儿子给我做的衣裳了。哎，对了，回头啊，我穿给他，我看看去。你行吗？哎呦，这件衣服啊，他可是花了心思的。你看看，手工，这也是手工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流行什么？手工时髦。阿姐呢？我想回老家一趟。有事啊？我老家不是有一套老房子吗？现在有人要租，我现在也不回去，租出去好了。那有钱为什么不赚呢？做房东啊，房东的钱最好赚了。来来来，坐。你一个人去啊？我想带着王小枣回去。要去几天啊？没有几天了。哦，也好，路上可以照顾照顾你。不是这个意思。王小枣现在是我的保姆，我想考验考验她。我要给老关伯带的东西，你都记住了吗？我都记住了。那个婚宴锁的事儿，是幼灵送的。哎呦，阿姨，啊，你说要带我回老家，我可高兴了呢，我都激动死了，是吧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到了老家以后，你要管住嘴，不要乱说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干保姆的，我就去当保姆。对了。他们全家都是来咱们 America， 在最繁华的那个城市纽约买了一个大 house。 他爸爸妈妈呀，在美国已经定居了很久很久了。他是在一个很大的财团里面，是做什么 C 什么 CEO？ 对，就是 CEO。CEO 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总裁。总裁？那一个月得赚多少钱啊？年薪80万美金以上。80万美金？哇塞！他还跟我说呢，说让我也去定居美国。你说我去不去啊？你去美国当保姆？人家年薪都80万了，我还要当保姆，瞧不起人啊。
阳光斜靠在我窗台，静静填补昨夜的空白。一粒尘埃被那微风吹拂，飘向天外，带走我悠悠情怀。空气是如此清新熟悉，城市的钟声与风相遇，树叶在发芽，充满生机。城市的雾气渐渐散。我在触摸你的痕迹，一心编织梦的神奇。我在倾听你的呼吸，守护着你，守护着你爱着。